世界变丑相见，只记住了你哭红的眼。诺言谎言一念之间，何日才能与你相见？冰糖葫芦依然酸甜，我们终于重逢在人世间。却会在你身边。没想到石少侠还会唱歌呢。嗯，哎呀，你别破坏气氛行不行？江小姐，我是没想到你知道真相之后还能和石少侠修成正果，我真的很佩服你的气度。什么？林公子没有告诉你吗？江小姐，不是我要破坏气氛，如今我把你当作朋友，有一事我想你应该要知道。借一步说话。你怎么那么棒啊？好棒啊。是啊，有空来我们这里啊。对呀，去我们那玩呀。哎，你别走啊。等等我们，等等我们。你又做了什么？照目前这个情况看，石氏怕是进不了决赛了。我最见不得男人骗女人，若你真心喜爱石少侠，你应当先知道他究竟是谁。还真是一双儿女。他竟然结婚了。
李公子，你说江小姐她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？那她人呢？我刚看她从后门出去了。其实我恭喜大哥，恭喜大哥，恭喜大哥。大哥，哎，姑娘好生眼熟，江川宇不见了。啊，我们刚刚还看见大嫂在那边呢。是啊，是啊，身后跟了几个男人，高高壮壮的，我还以为是江府的侍卫呢。啊，哎，大哥，你不会和大嫂吵架了吧？哎，其实事情或许不是赌气那么简单。我知道他不是这种性格，我去找他，你们去报官。好好好，李先生，快走走。以我的拙见，万事逃不过一个情字。林雨谦。雨儿，你醒了。雨谦哥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雨谦哥哥，你说话呀。石天青呢？他在哪？石天青大人呢？他在哪？你说话呀！石天青大人。石天青，这个名字我听到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只是作为林家的媳妇儿，你要是总想着别的男人，这下场会比死还惨。雨谦哥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是想要跟你成婚啊。为何要这么做？你不是一直都说想要嫁给我的吗？啊，说话算话的。我现在想嫁的另有他人了，对不起。雨儿，你知道吗？临江时报赚了不少钱，所以我不仅成了亲，还请了许多的宾客。在我们一起长大的情谊上，情谊，难道我对你的情谊你看不到吗？你跟石天青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当作一只苍蝇一样忽视，我的情谊活该被践踏。罢了，反正从一开始我就是想借你成名。闪开！让开！一百天地，二百高堂，爹娘。
儿子儿媳一拜。一切你真是疯了！你闭嘴。是不是在这儿？你说的是林夫人吗？呸！那是你们李夫人。给我打！就这本事还想进去？石天君，现在轮到你演颜青画板了是吧？你个丧门星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林雨谦，只要你放了江婵玉，要杀要剐随便你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用你的命来换。没想到啊，石天晴年纪轻轻就有了俩孩子，我也要生俩孩子，此刻就地走，雨谦哥哥，咱们生孩子去。没事了，大小姐，我来救你了。石天晴，你这个大骗子！石天青，江春雨，你太蠢了。他的真名叫……我叫李振阳，
东陵人，从小浪迹街头，坑蒙拐骗，为了接下这单替大蔡还债，才借了已故大侠石天惊的名号。对不起大小姐，我骗了你，可我怕真正的自己配不上你，才没敢告诉你。傻子。可是你给了我勇气，今日我在台上本想告诉所有人，我李振阳喜欢你。什么都没了，是天晴，你抢走了我的一切，我要你偿命。没事吧？这拳为了江传宇，这拳为了临江时报，为了你自己，这是老子单纯看你不顺眼。住手！他该恨我，江传宇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小时候救你的不是我，是他。我一直都在骗你。我早就知道了。那你更该恨我。我不恨你，若不是你，便没有临江时报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，或许我到现在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小姐。所以即便时至今日，雨谦哥哥你做了这些，我还是没办法恨你。决赛我报了两个人的名字，你要来？大哥，阿呆把官兵带来了。关门。关门，走，快！走窗户，走啊！这一切都源于我的贪嗔痴，我对不起所有人，对不起临江时报，更对不起我的伙伴们。我请求各位能再给我宽限几天，帮你打好招呼了，官府的人会等你演出结束的。多谢了师兄。
看你登个台就激动成这样。你认识我这么久还不知道我吗？我就是想出人头地。赶上了。本次大赛的优胜者是石天青、林玉谦、主理人江川宇。我叫李振阳。还是李振阳好听。搬家地方禁止乱贴。多啊，用不完啊。这不得改大点吗？将来俩孩子呢。破剑客说什么呢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
此刻，就地要两个孩子。别闹了。京城娇小如画面，西窗细数了似水流年。斗转星移，云舒云卷，昨日风景时过境迁。庭外明月下花前，今夜的南风天替我缠绵。未曾想冬来阵阵下雨雪，只要你再靠近一点点。虽然老爷同意了，但是我们还没点头呢。二十三，家是有兄弟吗？怎么还这么欺负人呢？救我一个，救我一个！有！对，你说说多大的个小子，不许欺负我相公！这丫头，这丫头，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了。只记住了你哭红的眼，诺言谎言一念之间，何日才能与你相见？冰糖葫芦依然酸甜，我们终于重逢在人世间。你依然不出我的脸，我剑客却会在你身边。情热一见，深深浅浅，浮名落花正如空过眼。一点。